陈俊英，小个子的那种，也是挺可爱类型的，就是当时他可能放不开，我觉得可能，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喜欢耍帅，就是那种动不动就在那儿唱 rap。 对，陈俊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他是个很放开的人，很受欢迎的人，现在的话他也是特别放开的人，我觉得就是没啥变化。我觉得陈俊明最开始就有那么一点点矮，实力还挺强的，年龄小但是实力强，就这样。现印象的话，他很真实，然后不作假，有义气，清清楚楚的提出你到底问题在哪里，然后不会刻意隐藏，挺有男子气概，傻傻的但很帅，一副很稳重的样子，但是透露出了一丝是傻的样子。现在的印象就是特别爱说话，能说会道。初印象的话，他是比较内向的，不太喜欢说话，然后躲在角落。然后现在来到公司发现啊，爱动爱说话，然后非常活泼。俊明就是，其实以前都说他烟嗓，但是我以前不是很感觉到。初印象就是很可爱，我现印象才是长得很帅，哈哈。比较喜欢 rap， 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会跟他开玩笑啊，就是我们会 freestyle battle， 开玩笑。我觉得他也是以前是很懵懂，现在是变得感性了一点。我对他的初印象感觉其实比较可爱的，就是很小一个，在一旁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感觉现在也是比较可爱的。很帅，很可爱，现象是非常可爱，爱吃东西，然后笑起来萌萌的，很可爱。我给他初印象是小学生，性格特别的外向，也很爱干小学生爱干的事。现一下爱哭鬼，我感觉他现在比较多愁善感，就对情感方面比较敏感。陈俊明初印象就是给我十分有活力，当时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在那玩嘛，然后他玩着玩着把衣服都撕破了。现一下呢就是万分的有活力，这我也不用多解释了吧。这个陈俊明哥哥，我以前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会招呼我，然后现印象是帅气，因为他每次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因为陈俊明哥哥每次都会摸我的头，然后呢会一直照顾我，就觉得很像是一个大哥哥照顾小朋友一样。他很喜欢撒娇，说话奶声奶气的，就是每一个字后面都要绕一个弯，就你跟他说一句话，前面都是平的，后面每次最后一次都要绕一个弯，就像撒娇一样，然后就很可爱嘛，然后还很拽，然后现象就是很吵，很吵很吵，一在你嘴边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后面加一句，虽然我也一样，好兄弟有一些这样的相同的特征。第一次考核的时候，他弹吉他，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手这里，就是这个关节和这个地方一白一黑，不知道，就是一白一黑，不知道为什么很奇特。然后现在呢也是这样，但只不过好了一点，好了一半，然后就非常可爱。对，其实有点腼腆，然后真正相处下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皮，特别皮，希望他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初印象是觉得他有点迷糊，感觉有点不在状态，就比如说我跟你讲件事，他会我说今晚吃啥，他说我说明天玩啥，就很迷糊的感觉。然后现印象就是装酷的可爱小孩，对，在上课突然不经意间开始手插口袋，你知道吗？他突然开始，12岁的小孩正到装酷的年纪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装酷，但是他有时候做出来的装酷的表情也很可爱。对，然后我呢就是初印象特别帅，现在呢就感觉自己很丑，因为有时嘴皮唠。我能写未来吗？真的有一件很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师兄们要过来呀，然后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汪俊熙，因为他对我很好。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张桂元，因为他变黑了，打篮球跟我一样喜欢打篮球，然后可能在阳光下暴晒，
然后就变黑了。嗯，这样一类的练习生是王继兴，因为他这边很好。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我自己。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吹笑的是王继兴，然后因为他经常干一些很搞笑的事情，然后会发出一些很搞笑的声音。然后聊天次数最多和那个当做榜样的练习生都是王继兴，因为也很搞笑，但是呢他对每个人都很好。嗯，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的就没有了，因为每个人都对我都很热情。随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就是王继兴嘛。然后说要说吗？现在就是其实我挺喜欢女团舞的，不是有兴趣，因为每一次王继兴问我喜不喜欢女团舞，我都说一般，他就很生气。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一下，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怕黑，然后怕一个人在黑的地方。跟我爸去打篮球，然后当时那个篮球场很黑，然后球就滚到了那个边边，它那个边边就有个草丛，当时我就看着那个草丛，我就不敢去捡球，就感觉很恐怖，感觉会从草丛里面爬出来一个人。有一次拍摄完，我上厕所，然后张贵换过去把灯关了，然后我心脏顿时就收紧了，我就怕得不得了。他是从国外来的，他应该英语很好吧，有点高冷的样子。然后呢现在呢，我觉得动不动就是在那儿就是发呆嘛，然后还鼓嘴，我觉得挺乖的，然后呆萌。英语就非常的好，他每次说的英语我都听不懂，然后呢和别人教的我也听不懂，所以呢我觉得他英语非常好，因为都是我听不懂的语言，感觉非常的高级，现象非常的开朗，非常的帅气可爱。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简单，和 NBA 球星握过手，我觉得他好厉害呀。然后现象也是一个很幽默很好玩的人，感觉有种莫名其妙的帅，然后的现印象就是他胜负欲特别的强，挺沉稳的，挺安静的。现印象的话，我觉得他挺有趣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然后也比较开朗。初印象是一个高冷大帅哥，跟韩波刚好相反。现印象跟他玩好了过后，就发现他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一个人。一开始我们就只是听着他的口音比较有意思，后面才知道从小接受的文化不太一样，说英文还有什么西班牙语。我也是觉得他很帅哦，我觉得他很潮，对，一来的时候就很潮。现印象就是呢，今年跨年我是和他还有杨汉博在厕所度过的零点，公共厕所度过的零点，我们在里面唱歌。初印象是精通英文，然后现一下可爱，平常做的动作语言什么的萌，他挺可爱的，对，搞笑爱笑那种，英文翻译中文你知道讲话其实都挺好笑的，你知道可爱。哎，加一个吧，小卷毛。然后现一下是说话的时候很可爱，因为他中文不是那么的好，语序不是很对，但是说出来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爱。刚来是他比较害羞，想跟我们聊天，但是感觉就比较尴尬的那种。然后到现在的话，他对我们有所熟络，也会跟我们一些人有聊天的习惯，但是可能他跟我们聊的话题不一样吧，不怎么了解我们的生活。初印象就是英国大佬，现印象就是天真可爱。初印象写了个可爱，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也跟群里一样，就感觉说话奶声奶气的，还带着撒娇。然后现在呢就感觉很有趣，说话很有趣，行为很有趣，什么都很有趣，声音很奶，长相啊什么都感觉不像比我大的人。现象呢就是当我知道他比我大的时候，我特别特别震惊，我说根本不像。有时候我们两个迎面走来的时候，他有伸出手然后跟我说一句英文，然后呢我就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他。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孩子，乖惨了，我天哪。现印象也是他很努力嘛，长得也很好看，特别帅。初印象当然也有好看，很帅很帅很帅。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跟别人说话，我是那种让别人主动跟我说话，这是为什么？我有点社恐，对，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现在好多了，跟很多人熟悉了。哎，我现在就是主动跟别人聊天了，不是那种缩在一起的很紧张啊，开开心心多聊聊天，对。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啥呀？
暖间，瞬间是什么？我在杭州能吃杭州辣，但是我一来重庆，因为我还没接受过他们的这重庆这种辣度，然后就第一瞬间一听说重庆的火锅很火，我就跟我家人一起吃火锅，然后点了个微辣，然后哇，吃了辣死我了，哭了，都哭了，流眼泪了，全是红的，头没头了，已经全是红的，然后辣死我了，再也不敢吃了。没想到重庆这个辣怎么这么辣呀？这杭州辣，我能吃杭州这么辣，那重庆的，哎呀，怎么这么辣？算了，我再也不吃辣了。我一想到这个辣这个字，我就想到重庆。对，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谁？是谁呢？聂伟成。我不是第一次见聂伟成的时候是吧？我知道他是谁了，我知道他是谁了。然后就是，我不是回杭州那九月吧？然后我又回来重庆的时候，我见了聂伟成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就他变化特别大，他是变了个人，所以我就觉得。他变化真的很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变化的特别好。今年最帅的练习生是谁？这个都挺帅的，可以说都吗？所有人吗？可以吗？可以的，好的，那是所有人，我所有人也会写中文，所以我也写中文。所有人啊，没事，能看得懂就行。好，下一道题，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谁？聊天这个得好好想一想，我来看看都有谁。按照现在来说的话，是魏子晨、聂伟成、杨涵博，我这不算了，因为我是我自己，所以是王浩也说了几句，汪俊熙也说了，聊天次数最多，不是聊天最久，哇。好问题，可能也是聂伟成，因为这几天就在一直跟他联系，我们一起出去了，家人和家人一起，我和我们小孩一起玩着，我就觉得聊天的次数最多就是聂伟成。是的，今年最这啥呀？感动的一位练习生吗？感激。哦，我最想感谢五个人，是汪俊熙、王浩、聂伟成、杨涵博。因为这一年我和他们一起出去的很多啊，这里聊过很多天啊，然后我感觉他们就是对我很好，我觉得让我很开心，以及你呢？今年让我最想啊，这啥依赖？依赖，依赖啥意思？依赖就是能帮我解决问题，来看看有谁，有困难会跟谁说。哇，三个人，就是汪俊熙、王浩和聂伟成，他们三个。今年给我带来最欢笑的练习生是谁？是吗？就最开心。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都给我带来很多欢笑，是吧？这个也是写所有人嘛，这些所有人都对给我带来很多欢笑的。所以 everybody again。然后中文也写一写，这也可以练习中文。今年想把它当做 role model， 啥意思？这什么样子的 role model？ 哦，想学他。哇，但是关键是要学他的哪个点呢？哇，好问题，张涵瑞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他不是不容易放弃的人，他唱歌比他舞蹈好一些吗？他觉得他舞蹈不是那么好吗？然后他是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我感觉就是现在他进步的好大呀，不管多累不管多辛苦，他会一直坚持下去，舞蹈啊唱歌啊都很有感觉，很 beautiful， 很完美，所以我也不能放弃，我要多加练习。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来，咱们来看看吧，关俊辰，因为我最近没有跟他聊过很多天，因为最近好像没有见到他很多次，多聊聊天就会很好。是的，选
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哎呀，好问题，全部都是好问题，答都答不了。没事，不慌，慢慢来。因为我也想不出来要跟别人说啥，所以我就想自己吧。所以我就想跟我自己说，就是遇到什么困难，不可能是我去找别人来帮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帮自己的，不能一直是靠别人来帮我的。什么困难都得要看我能不能自己解决，再说有没有要不要让别人帮我。是的，就这个。明天我最想要克服的恐惧是啊，这个多得很。我想克服的就是不怕虫子，但是虽然就是哇，连蚂蚁都不敢碰，但是不慌。我写啥 bug 就写 bug 就行了，不是那种卡 bug 的 bug， 是那个 bug， you know。 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克服的就是那种撕胯、开肩、开腰啊，开各种地方，这种地方是最疼的。Yeah, stretch， 这是两个，一个是 bug， 一个是 stretch。他两个眼睛当时比较 rich，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西瓜头更 rich 了。然后他现在敢于挑战新那个风格的一个人，就感觉很拘束。一开始，现在就感觉也挺好玩的。初印象就是特别腼腆，然后呢是百分百的腼腆。现在印象就是有点害羞，但是20%的害羞。我感觉魏晨现在比以前要感觉大方的特别多。初印象可爱吧，现在的印象就是感觉他内心挺深的，就是他说出来的话，你需要去三思而后行，不能一下子说出来。刚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有点小胖的，也是奶团子，然后他比较爱吃，他努力逗笑我们的样子很可爱。我觉得他初印象也是很安静，就是一个很沉默的一个男生。然后新印象，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就是总喜欢在一旁玩自己的，然后就是倾听，认真的倾听别人说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值得我们学习。我写初印象写的是小寸头儿，新印象我写的是努力，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跳舞这些之类的他都挺努力的，因为他最开始他其实不怎么好，也不会怎么跳舞，现在他会很努力的去练习跳舞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他我们一起上课他也不会的，也会问我一下这个动作是啥。我写的是懵，因为挺久远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他给我的整体的感觉就很懵的状态。然后现一下是个情感敏感的人，所以我给他写的现印象也是爱哭鬼。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开始我看到他那个包子脸就非常的圆润，现印象就是有点小淘气小调皮。初印象忘了，然后现印象就是活泼天真，因为他每次都会和我玩，而且玩得也很开，和陈一恒哥哥一样，每次都会带着我一起玩。我初印象心里都写的是腼腆，就感觉对一切都很生疏，但现在也很腼腆，就是始终感觉他放不大开，就希望他能放开一点，就像他们一样疯起来。不爱说话，就是见到他的时候不怎么说话，我感觉。然后呢，现印象就是我感觉他的跳舞非常有进步，非常之大。初印象就是小小的，现印象努力就是今年的上课状态。觉得他其实蛮努力的，挺努力的。这是初印象啊，现印象也是很努力，逗人，就他逗笑很。然后我现在知道他的时候，就是他什么课都很认真，他啥东西都放开手，什么律动啊，什么东西都放开手，他没有偷懒的感觉，就特别好，他很认真。我自己的话，我初印象就是在公司的话，因为很陌生嘛，然后就显得很内向，感觉有点懵。然后新印象呢，毕竟过了那么久了，觉得我现在还挺幽默的，有一些可以让别人有共同话题的，让别人觉得有趣的。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前段时间拍摄的睡衣派对，用纸飞机选择睡衣嘛，
投到了一个抱枕，然后我就想的是会不会就不穿睡衣就穿这个抱枕啊。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王璐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有点内向，然后就是完全是那种不爱说话的类型，但是到现在的话就会发现她的搞笑幽默程度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我们的天花板。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我觉得没有最帅气的，只有更帅气的。我觉得所有人都非常帅气。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张逸然，第一是年纪也比较相仿嘛，只差一岁，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他的性格，可爱，然后有一点那种拽的感觉，对他印象也挺深刻的。对，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其实都感激的，都挺感激的，他们会照顾我，有的就是跟我玩，有的就是搞笑的幽默的语言行为，然后来就是让我获得快乐，我感激所有人。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小智吧，真寒。可能我对比我高几年级的其他的练习生来说，就是我跟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熟悉，跟他玩的话就自然的合得来，没有任何矛盾问题，他也给我了挺多的快乐。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张环瑞，就是挺搞笑的，然后他就是在日常当中尽显了自己的幽默诙谐，他的笑也比较有魔性，挺打动人的。明年想把他当作榜样的练习生三个吧，分别是杨博文、张桂元和王浩。杨博文的话就是学习和舞蹈都挺好的，然后他的声乐也是非常快的进步，我们当中实力非常强的。然后张桂元的话有自己的风格，挺帅的。王浩也是，其实他是最开始来的时候我知道他没什么基础，然后但是他非常努力，经常看到他独自在教室里练歌，或者说有人在听他练歌，也经常在舞蹈室练舞，不太喜欢哪一类舞蹈都非常接受，他的适应性很强。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大家都挺对我挺好的。左奇涵他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可能今年我们的共同话题没有那么的多。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王鲁杰吧，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分裂出第二人格的。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我有的时候面对镜头有点不镇定紧张，然后眼神就像刚刚一样有点就是飘，如果是有一点点生疏的我就非常社恐。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体育生，现一下帅高，不说话是很帅的，说话然后帅的人设就崩了。然后小关呢也很帅，他那嘴巴上那颗痣第一眼就让我记到了，然后呢现在呢也感觉他非常的有趣，不太熟悉他，没有怎么跟他聊过天，所以我不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什么性格的人。对，我现在希望能跟他亲近一点，跟他熟悉一点，跟他聊聊天，开开心心的。游泳特别好，然后他现在印象也是如此，就感觉他是个游泳健将。他很高，对，很巨人一样。新印象我觉得他是也是有一些搞笑的，然后游泳就挺厉害的。初印象的话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1米8大帅哥，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和他都玩得比较好，他也比较照顾我们。以前有点憨憨，但是他以前就是很高，以前就很高，现在更高了。建议上是觉得他比较好接触，比较能搭上话，就是我们玩得比较好，然后长得也很帅，是我觉得男生不留长发短发我见过的最帅的一个。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认为他真的很高，然后就感觉跟我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非常的沉稳，也不愿意说几句话。当我认识他过后，我认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也算是一种哥哥吧，因为他年龄也比我们
大一两岁，对待任何事情都是比较一种客观的看法。初印象我觉得他皮肤很好，然后很白，然后呢现印象我觉得他一边又游泳啊，很累很累，然后一边又过来跟我们一起排舞训练之类的。我又觉得他学习又很好，我还看过他跳的 drama 还有 love dive， 哎，我觉得跳的挺好的。他的体型嘛，都感觉跟他在一块安全感爆棚。现在给我一看就是可爱，就是很有反差感，非常非常的高，我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包括关键成哥会长这么高。现一项的话是活泼，也对我很好，没事都会给我带好吃的过来，给我带糖一起分享，就感觉他很温柔。就是他一个虽然身高1.8米，但是做起事来很细腻很温柔。现一项就又写个温柔，但是这温柔呢是性格上的温柔。下面写个钢铁，钢铁写的是身体上的钢铁，就一眼望过去就感觉身上全是肌肉，就感觉很钢铁，喜欢隐藏实力。就他明明就力气很大很大，奇大无比，我实在闲得没事干，然后去惹小关，我两只手掰不过他一只手，你知道吗？他一只手就把我摁在地上了。他非常的强壮，现象是肌肉发达，他也是喜欢跳舞的一个人。初印象就是特别帅，长得很帅，然后瘦瘦的，高高，特别高，特别高。然后当时我还不会跳舞的时候，我们都其实觉得他跳舞跳得也很好。现一项呢就是长得越来越帅了，棱角分明，然后这个确实长得很帅啊。大家和他见面的时间就挺少的，然后人还是很好，很善良，特别关爱我们的小朋友的，谢谢你。关金晨初印象就是高，巨高，对于我来说巨高。看惯了小智这么抱你，你从这看他需要这么看他，就是我假如在这儿他就在这儿，你知道吗？就很高。然后现在现印象就是比较帅，他也很爱笑，就比如说他也有时候会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吼吼吼哈哈哈。对，其实他的表情也挺好笑的。对，他遇见困难会迎难而上而不会退缩，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我们小学的时候说过，就是真的不是很爱说话，就是害羞，害羞到极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自从来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还是变得大方了许多，跟一些新的朋友聊天，去融入这个就是这个新的环境，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就是这一次在学校艺术节上面，我居然尝试了跳女团舞。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智恩涵。在那个就第一次表演，他说我跟小智很像父子关系，我当时我觉得很震惊。他来抱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头就到我的那个在这儿，然后就是直到就我们有一次上综艺课的时候，就是我看他跳那个男团舞嘛，我觉得跳挺帅的。我觉得他舞蹈方面他可能在尝试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他变化挺大的。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我觉得都挺帅的，但我觉得可能变化最大的王鲁杰吧。他第一次拍那个证件照的时候嘛，他当时还拿着一本书，就是很爱学习的样子，然后一张厌世脸，不是很好接触的样子。他跟我接触了一段时间过后，他居然是一个很沙雕的人，那种程度非常的不一般。我觉得都聊得挺多，但我真的记不清楚的，所以我可以选全部吗？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我觉得应该是王浩吧。就是最开始我认识的话就在这一代，应该就是王浩。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还是挺感谢这段时间的陪伴。对，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我还是觉得是王浩耶。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几年的嘛，我觉得应该跟他说，我觉得应该是挺放心的。今年带给我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王鲁杰。他那些行为有一种异常的搞笑，就是又不符合逻辑，然后又觉得对，
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杨博文，他跳舞就是很帅，然后呢表情管理非常的好，他跳舞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对，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那我还是选杨博文吧，这样他就可以多带我跳舞喽，我也可以变帅气一点。哦，选完后吧，就是感谢他这段时间对我的陪伴，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拍一个这个视频来以此来感谢他。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就是能再大方一点，就是跟同伴们互动的更多一点，跟老师交流的话更多一点。嗯。然后李佳瑟一开始也是一个有点沉默的，现在也感觉很好玩。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好像是我第三个人，就是主动跟我聊天的，很不容易，就是主动跟我聊天的人。他不是那种社恐的人，他是很喜欢跟别人交流，很喜欢交朋友那种的。现在我知道他的时候，就是也是不容易放弃的人，也就是如果就是他生病的话，什么东西，他上课的时候还是会坚强的。当时的头发就是有一根葱起来的吗？呆呆的一个人。他现在呢，在舞蹈用功方面还是挺努力的，他话可能比较少，就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他挺乖的，然后就是很高，然后舞蹈挺好的。然后新印象的话，就是觉得他挺大方的，然后对不同的人，然后他们都能接受，比较容易合得来。对，初印象就是帅，现在印象更帅，非常帅，很帅。初印象就是他的头发也很好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现在已经长得就是很帅了，就是头发。他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他唱歌也很有进步。我对他的初印象也是很安静的，在一旁拍综艺什么的时候都是在一旁静静的倾听我们说话，当一个安静的倾听者。然后新印象的话，比较爱笑的练习生。李佳现在初印象是寸头眼睛大，哇，他那个双眼皮管都比左下眼睛大了，对不起啊小提琴。然后现印象，他爱看书。初印象诙谐幽默。然后现印象我写的是嘎森和爱笑，嘎森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三好学生，看他那个样子就感觉像学习挺好的样子，然后现在给我印象就是特别特别的友好，他对任何人就是热情的。对，初印象的话好像是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是每次都会给我带好吃的过来。现印象是酷帅。初印象我写很有礼貌。现印象就是很活跃。初印象努力，挺努力的一个人，因为从他那个刚来的时候看到他现在，我还是觉得他真的作为一个零基础舞蹈，我的天哪，我和他一起上舞蹈课，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会跳舞，然后感觉他还是很努力，真的其实进步了很多，谢谢你。李佳森初印象其实他挺搞笑的，因为他讲话其实那种方式那种调调很搞笑。然后现印象就是有奋斗精神，具有奋斗精神，又比如说我们都要走了，他也还会自己在那练习练习。然后他非常的能跟人玩起来。然后现印象也是好玩，之前暑假的时候就是每次下班坐在那里一起玩游戏。当时我对我自己印象是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寸头，然后呢现在印象的感觉比以前好很多了，挺好的。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上次演出的时候我们一起排练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们大家全部都集合在一个教室，然后呢一起练一些舞蹈，然后呢还有一些声乐。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成都，有在北京的，然后呢我们都是分开来训练的。然后呢上次演出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几乎围在一个教室里面一起排练，然后的感觉非常的，大家在一起挺好的。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我认为是我自己，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感觉我就是一个感觉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慢慢的开始训练一些舞蹈啊声乐啊，然后到了现在已经跳过很多首很多支成品的舞蹈了。
从现在对比一年前的自己，感觉顿时变了一个人，从一个小寸头，然后呢变成了现在的可以跳舞也可以唱歌的我自己。感觉这一年的变化我应该最大的一个，我认为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都挺帅气的呀，可以全部选吗？我们是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呢从同一个素人，然后呢现在就变得全部都非常的帅气，然后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特征之类的，我觉得全部都是最帅气的。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汪俊熙，很多次跟汪俊熙一起排练，他就特别的爱说话，过了一两分钟然后呢就一直在叫，现在我也听到汪俊熙在叫了。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张桂元，为什么呢？就是张桂元的话，他舞蹈是声乐什么的都做得非常的，也不是说特别完美，就是在我们当中也做的是相当于最好的一个，就他特别的厉害，舞蹈声乐什么都是以他的标准，然后呢慢慢来要求自己，也想达跟他一样好。让我最想依赖的一个练习生是，我觉得是汪俊熙。有些时候会跟汪俊熙一起练舞，每次汪俊熙都是记动作记得特别快，我记不到的时候我第一眼看的就是汪俊熙，每次看到他的动作，然后呢我可以瞬间想起我应该跳什么动作。在平常拍综艺的时候，汪俊熙也特别能调节气氛。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全部人，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是有说有笑的，就是没一个不开心，就有不开心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然后你会马上变开心，所以我觉得全部都是。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可以写两个吗？张桂元和杨博文，很全能的样子，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舞蹈方面是做最好的一两个，在声乐方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人，可以让我作为两个榜样，就是在舞蹈方面声乐方面这些都可以。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好像有点多。杨博文、智恩涵、张毅然、王鲁杰，为什么呢？我觉得杨博文就是平常是待在北京的时候，智恩涵、张毅然、王鲁杰他们三个都是在成都，这四个朋友都是在外地的，平常如果没有一些大型的活动，相隔特别远，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训练，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有点少，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他们四个。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说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就是我希望杨博文、还有小智、还有张毅然、还有王鲁杰，我希望他们四个明年可以直接搬到我们重庆来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平常都可以在一起训练，然后就不会分开。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上台的紧张，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自己最怕的就是虫子，然后呢也怕黑，我觉得明年的话我能把这两个问题克服掉，然后在平常的时候特别是怕黑，回家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道就特别的黑，然后每次还需要我妈妈下来去来接我，我才能上楼，然后不然我是根本不敢一个人走进去的。我最希望是把这个怕黑这个问题给克服掉。然后聂伟辰就是以前就是在舞社就认识了嘛，好像是可能他有时就很沉默，有时又很活泼的那种，就是阴晴不定嘛，然后现在感觉也很好玩，就不像高冷吧，就有点有一丢丢社恐的感觉，就不敢跟他主动聊天。但是后来一知道他的时候，他也是那种挺放开人，挺喜欢跟别人交流啊，跟别人一起玩啊，都会把所有人弄好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点。聂伟辰初印象应该是一个比较善良的孩子，
我觉得比较善良，现在还是挺叫开朗的，对，一股少爷的气质。现在也是感觉他特别的稳重，是有条有序的，是很靠得住的人，很诚实的人，很可靠的人，能力强吧，舞蹈也挺好的。然后新印象的话，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懂得变通。不怎么熟，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并没有太在意对方。新印象是比较努力的，他自己的目标范围内，不断的去努力。我认为他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其实我跟小丽很早就认识了，在一个舞社里面，几面之缘，不是一面之缘，还是见了好几面的。哦，他是真的，我觉得他一来就很自信，当时也很小小的一只，他现在长高，现在印象是长高很多，以前是小小一只，比较有潜力。对，他瘦了很多，他以前很有点胖的，他瘦了好多，他下颚线都出来的好明显。暑假那段时间，他每天戴着他的那个鸭舌帽，还把帽子压得很低。我说为什么呀？因为他说他刘海很丑。我跟他说话，我只能看他嘴巴，看他说话，他都根本看不到眼睛。现在是头发长长了，再加一个吧。我感觉他还挺有趣的。他长得像就是漫画里出现的那种人一样，很有特点。然后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大度，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对，初一下的时候就感觉他来的时候就很活泼，他很小很爱说话，可能是因为他来之前就已经跟我们有一些人认识了。现在就感觉很霸气，感觉他有当大哥的潜质，但是还不够，所以还当不了大哥，因为这个大哥必须是我来当。黑然后开朗，然后现印象比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瘦了很多，平常在舞蹈方面特别认真。初印象是冷漠，他也是和我们也玩不开，因为他也比较大了。但是现印象的比以前活泼，然后也非常的帅气，有点胖。然后现印象是就感觉他跳舞和唱歌都非常的帅，瘦了很多。在某些时候他就是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我还是非常羡慕他有这种这是初印象嘛。然后现印象我觉得他想的一些东西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胖嘟嘟的。对，就他处下来吧，其实他真的挺胖的，但我觉得胖胖的可爱，没有说他不可爱的意思。对，然后呢现印象其实他也是挺勤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课也很认真，然后在私底下他也会去努力的练习。初印象吧，就是我以前喜欢吃蛋糕啊这些甜品之类的，现在减了12斤左右，变瘦过后也不想再像以前一样了，就不会再去吃那些脂肪很高的东西。第一个问题，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第一次拍摄综艺的时候，大家都会带着我，然后让我体会到一个真正家的那种感觉。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我觉得是张桂元，从一个全黑的一个帅哥变成了一个慢慢变白，而且跳舞还有唱歌这些都在一人可见的进步。今年最帅的练习生陈一恒，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左奇涵，有事没事就去找他聊一下，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吧。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陈一恒，因为还没公开的时候经常一起上课嘛，也就慢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都要依赖吧，毕竟都是一个家族。然后最依赖的就是陈一恒，因为说的嘛，就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浩哥王浩，戏剧细胞非常多的一个人，就很容易把一个人逗笑。今天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陈志明，因为平常他看起来比较调皮嘛，然后也比较贪玩，就是到这种关键的比如说排练舞台的时候啊，还有拍摄，他一般还是不会去搞怪啊，以及他会100%的去投入在这里面的排练，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明天起对我热情一点，我觉得是真人喊吧，因为跟他我都觉得有点代沟了，平常在学习方面抓得比较紧，然后不太喜欢去上网，跟小智说的都有些代沟了。
是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就陈一恒，新的一年大家我们两个继续成为最好的朋友。舞蹈方面你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然后声乐方面我觉得你做的比较好，而且你英文是天生的嘛，非常的好，我有时间可以来找你问一下英文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样。啊，你要吃啥？明年我最想要克服的恐惧，变声期，因为12岁，2024年就要满13了嘛，然后变声期也慢慢来了，所以我觉得要去调整好这个心态。第二就是要去找好发声位置，不能把嗓子给伤到了。现在是真的不能大吼大叫了。初音响帅，然后其实挺高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挺高的。现一下爱笑，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东西他一直会笑，而且反射弧很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笑话，我们大家都笑完了，过了10多20秒他现在啊哈哈哈哈，就一个人在那笑，就那么然后第一眼就感觉，我感觉他真的很帅，为人也很好的那种，然后现在就感觉他写词真的很好，第一眼就是感觉是挺帅挺帅的那种的，很开心很开心很帅的人，你一旦跟他玩起来就是很开心很开心，这种方法交朋友真的很好。是跟三弟师兄拍那个吗？就那个视频，网友觉得王浩那个笑容很瘆人，我觉得很搞笑，然后但是我觉得王浩在私底下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现在他改变还是挺大的，就人长得就是比以前帅多了，更大方了一点。王浩我写的两个都是一样的，全都是emo男生，傻傻的。现在以前是他编词方面的能力特别的好，特别厉害。初音响我写的是很白，然后现一下爱甩头，我天哪，他出去就是一直甩头一直甩头一直甩头，我出去就是别催乱我刘海，别催乱我刘海，别催乱我刘海。跟他不是很熟就开始出印象，也是有点神秘嘛。现印象的话，给人安全感十足的，然后照顾人，对，安慰人。浩哥，浩哥也是很早就认识了，然后初印象的话是一个很暖那种，就比较暖心的那种。现印象就是综合性非常好的一个哥哥吧，平常也会照顾我们。感觉他非常的霸气，因为他一来的时候个子也比我高，然后现印象的话更爱笑，然后也愿意跟人聊天，在一起笑的时候他总是笑得非常开心。王浩一进来，我的天哪，我还以为是师兄来了，又高然后长得又好看，我说哎，那是师兄吗？现印象很美丽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幽默。初印象是爱出汗，看到他第一眼就是头发全是湿的。然后现印象是帅，然后跳舞好，很好相处的哥哥。最开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话最多，然后现在的印象呢就是非常的喜欢搞怪，他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发出来怪声。初印象的话我觉得他非常的高冷帅气，然后现印象的话是会照顾我，非常的温柔。初印象我写个拘束，现在呢我写了个疯，又写个傻。他成熟的时候很成熟，傻的时候又很傻。我之前是零基础，他们跳舞蹦蹦蹦跳得很帅，然后在旁边像八爪鱼一样。我现在长开了一点，对，变帅了，对，长开了，也长高了一点，就是希望还能再高一点吧。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去江边散步。我不是有些时候会 emo 嘛，然后呢或者有些时候就是想去江边走走，就会去江边走，看到就江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他们都过得很幸福。哦，对，我还会在江边拍一些比较氛围感的照片。然后呢，有些时候有灵感的时候会写一点词。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谁？所有人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哈，桂圆、韩瑞，我还写了我小关。桂圆呢，就是变帅了，表观也变好了。变成熟了一点，然后韩瑞有些时候也是从小孩子变成熟了一点，我感觉我也变成熟了很多，然后我也有了很多的新的兴趣爱好，然后我的唱歌跳舞也进步了很多。小关就是我觉得他每次一来就会感觉他有些地方会变一些。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还是所有人，我觉得大家都很帅气。我可以这么说吗？我说长在我的点上的。
陈俊明、关敬城、桂圆、陈一恒、小哼哼。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我自己，还有左嘉安、汪一奇、詹瑞。我有些时候喜欢给自己发一些东西，就是给自己跟自己讲。汪一奇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年龄差不多吧，就聊的要多一点。左嘉安呢，就是他天天给我发一大堆视频看，休息一会儿打开短视频软件，就是他发来的都是几十个几十个的视频发给我看。就是詹瑞，他有些时候会突然给我打电话来找我聊天。今年最感激的练习生是这个，我觉得也很感谢大家，就是所有人。比较明显的是就偏向于桂圆、张依然、王立希，差不多，我觉得比较明显。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男人，但是呢就是会 emo 嘛，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三个更照顾我一点。今年最依赖的练习生是，我也写了大家，最依赖的是小关、桂圆，然后我又写了一个自己，我再写一个王立希，再写一个张依然吧。哎，反正其实大家我都很喜欢的，只是比较觉得他们几个要照顾我一点而已。好，今年带来最多欢笑的是王一奇、张桂圆、詹瑞、王璐杰。我感觉我有些时候也能逗大家笑，还有左嘉安、陈俊明、张瑞跟王璐杰，就是两个人比较诡异。然后王一奇就是桂圆跟俊明是那种比较傻的幽默，哎，跟我差不多。左嘉安就是有些时候能说出一些比较京剧的话语，就感觉挺有意思的。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人是谁？哎，我觉得我好端水呀，但是我就要把这水端平啊，就是还是所有人，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嘛。明显的就是桂圆、博文、韩瑞、小智、陈一恒，主要是他们很自信，我觉得他们就是每次不管做什么都比较自信，我就是想学他们这一点。明年谁对我热情一点，这个我没有偏向于谁了，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对我热情一点，我会很开心的。明年我最想要克服的恐惧是不要那么容易伤心，不要那么容易紧张，心态能比较快的调整好。他当时好像脸型好像没有长开，然后他那个脸就是有点就是微胖，他拿着一本书就是很高冷，因为当时我们都认不到，然后我们在上面玩游戏，他一个人在那个更衣间里面看书，表情就是很阴沉的样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好接触的人。然后就现在呢也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人，跟汪俊熙他们一个类型的那种。一开始稳稳懦懦的那种不敢看我们的那种样子，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内向，然后后面然后跟他交往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是一个艺人，神经也很大条，自己画了一份的搞笑。王鲁杰初印象我觉得他还是内向的，没有什么精神，新印象就是变得非常外向，然后变化挺大的，搞笑界的天花板。我觉得给任何人初印象都是不善言辞，然后现在印象就是 crazy， 沉默寡言，就是坐在一起尴非常尴尬，超级尴尬那个气氛。现象凭实力逗笑所有人，就真的他就在那站着都能把我们逗笑。初印象是冷淡帅气，我和他主动相处的时候呢还也跟我说两句，说一两句就没有再搭理我了，但是现在呢非常的开朗，然后你爱和别人说话也爱和我说话。第一眼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特别高冷啊，什么不爱说话，就是感觉就是很酷很酷的人。现在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很开心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害怕他了。现在初印象就是搞笑，自己接触他你才能知道他那种好笑程度，就比如说你一靠近他，他就像会给你喷那种搞笑香水一样，就你必定会笑，就他你有可能没做什么，你看他看你一眼就想笑。然后现印象就是非常的好笑幽默，已经从搞笑的程度变成非常的好笑。初印象的话就是一个黑皮大帅哥，现在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涂了防晒霜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要向他请教怎么变白，现在已经非常白了，也是一个那种聊得来的一个朋友之一。就初印象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真的一句话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嗲着个脸，就感觉他好像不太想跟我们玩。然后呢，一直到了新印象，我写了个搞笑，说出来一些话很搞笑。初印象比较黑，一开始我就觉得他长得一张厌世脸，脸有点圆，头发也很好笑。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以为他不喜欢我们，不喜欢跟我们玩，然后他也不讲话，我们去找他玩，他就。现在呢，觉得他是越来越活泼了，就是比较幽默，比较诡异。初印象是高冷男神，然后现象我写的是搞笑。他能用一本正经的声音给你说出来很奇奇怪怪的话。王文杰初印象我写的高冷，因为当时他看见谁他都不讲话，我去跟他打招呼他不讲话，他什么话都不讲，他正在看你。现象有一点疯，有趣，然后疯友加一，就是疯子的疯，朋友的友。初印象就是他的精神状态真的很美丽，我跟他找到了很多共同点，不可遏制的毫无理由的就喜欢上了他。我真的觉得他性格特别好，然后他真的很善良啊，不愧是我的王鲁杰呀、啊！谢谢你来时代峰峻陪我，谢谢谢谢，不然以后我遇都遇不到你，谢谢谢谢。现印象啊，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就是说的话想我所想的那种感觉，互联网嘴替。王鲁杰看到这儿 ，Yeah， that's my best friend， she's a real bad， 然后我认为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整个人都关机了一样，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可能就是在五月份汪俊熙当时来带我一起玩的时候，从那个时段开始姐开始结交朋友了，也对公司的事情渐渐逐渐有了兴趣，不再是一个人孤单的在一旁，而是有了朋友的陪伴。我认为这是我支撑训练以及压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因为在今年我在公司里面经历过很多事情，像是在日常我们的一些打闹啊，还有玩笑，然后也有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光芒的瞬间。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所以说我认为今年一整年我在公司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这一年变化最大的一件事，我认为这个人是应该是我自己。我自己很清楚，刚来公司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敢说，就是像一个人很畏缩地坐在角落里面，一个人也不愿意说话，然后也跟大家没有什么交集。接近一年的接触过后，我对现在很多练习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并且成为了朋友。我认为这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什么？我认为是张涵瑞，因为在我和他之间的聊天对话里面，像什么在综艺里面啊，在化妆的时候和在日常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一起唠嗑，我们两个就是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的那种。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什么？我认为是汪俊熙和张涵瑞。今年我刚刚开始接触其他小伙伴的时候，是我还记得是在五月份我过来拍照的时候，当时我在角落里面，是汪俊熙把我拉过来一起去玩游戏，然后从这个阶段开始我才开始跟大家有所交集，所以说真的感谢他主动邀请我，才让我今天了解那么多，认识那么多朋友。还有像张涵瑞，他其实一直也在陪伴在我的身边，他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伙伴。今天让我最依赖的练习生是什么？我没有什么最依赖的练习生，因为我认为我不想因为有些事情是依赖别人的，所有事情都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并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什么？还是张涵瑞、左希涵和汪俊熙，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氛围都是非常的欢乐的。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榜样，我们应该从每个人生活中找出不同的闪光点，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做自己的榜样，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别人好的方面来提升自己。想对谁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陈俊明啊，聂伟晨，因为可能是聊天的话题不一样，而且聂伟晨他也是最近刚刚才来的，
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也不熟。然后跟陈俊明的话呢，因为他比我年纪比较小，我们应该没什么话题，所以说我们之间的交集也很少。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去集结友谊的一个过程。学名利牺牲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那就张海瑞吧。我先是想感谢你，因为在这一年里面你给我陪伴了很多，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们两个的友谊能根深蒂固，希望我们的友谊能更进一步。非常感谢你，谢谢。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上台的问题，因为在每次的舞台上，我比如说唱歌舞蹈，一上台就会非常的紧张，心里就会很难受，导致我发挥频频失误。然后这是我一个克服的点，上台的时候应该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紧张或者太激动，要发挥好平时训练的最好成果，这样才能不能愧对粉丝们以及我们这么多年来辛苦的成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舞蹈方面，因为我本身就有点欠缺，在新的一年里，我认为我的舞蹈我还是要必须再努力的刻苦学习认真，然后我这样才能进步。也是很帅，现在就感觉他对人很好，然后也很温柔，很放开的人，他也是很放开的人，很受欢迎的人，跟别人一起开玩笑啊，很喜欢跟别人玩啊那种。那个王俊还是挺大方的，然后我走进来，那个王俊熙鞠了90度的躬，然后把手伸出来，然后搞得我不知所措。然后现在他也是一个搞笑的人，就是还是一样的大方。他穿的衣服也比较宽大，然后显得他特别的瘦，现在一下就感觉特别的帅，然后就是越长越帅了。很简单，就是很高很帅，就是新印象的话挺成熟的，然后照顾人很用心很细心。初印象就是带着我们这些年龄小的朋友一起玩，新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爱跳女团舞的一个人，每天都非常快乐。他当时还挺矮的，他长得也挺快的，说实话，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叫我师兄好，然后叫我师兄好，我当时也很害羞，就这样子。他才是从黑变白的成功案例。他初印象是非常的善良，因为毕竟是他，让我踏进了结交朋友的一个路程，我是非常感激他的。其实，他也非常的善良，我们做错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就会帮人找补，就是会很体谅我们当时人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他最好的地方。他也非常的搞笑，跟他一起聊天非常的开心，就跟张海瑞我们几个一起。初印象就是冷漠，但是又冷漠又开朗，然后现印象的话是帅气搞笑的，每次都会逗我笑，聊的话题也是非常的有趣。初印象是热心，我刚来公司的时候，然后上舞蹈课跟不上他们，每次都是王俊熙来教我，对，然后我就感觉他特别的热心。现印象搞笑，特别是跟王璐杰一起的时候，解开了某种枷锁一样，挺热情的嘛。现在呢，就是感觉跟他在一块儿，就是让人很安心，有很多话也会，跟他说。刚来的时候也很 shy， 很害羞。现在现印象就是很关心人，我们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放下手中的事，然后去安慰那个人。初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喜欢笑。现象就是呢，他的双眼皮很大，是刚才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写的，他就说就是不要写其他的，就写这个东西。好，我就写这个东西。长得很帅，初印象就是。现象的话，就确实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嘛，谢谢你，谢谢你 ，my best friend，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么长的路。黑，像个小煤炭一样。因为他当时我是第一天来嘛，我当时去喝水，其实我当时很社恐，然后我就希望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去喝个水，然后再回来上一个大集体的课。他抱到我脖子上就这么挂在我身上，我当时害怕极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抱到我肩膀上，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去喝个水吧。他说你是不是很社恐呀。哇，我当时巨尴尬，我当时想你能不能赶快从我的身上下来，我自己去喝个水就行。
然后他说我们一起去玩吧。哇，我当时吓死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哦，第一天了，他就这样，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说你是不是叫左翔呀？他说我们去喝个水吧。他说你今年都20岁了呀？啊，哇，巨尴尬。现印象就是对朋友非常的好，善解人意，然后现在变白了。他当时的肤色和现在的张桂圆一样，我没有说张桂圆黑的意思啊，只是当时觉得张桂圆很健康，但其实当时的张桂圆比他白，现在就是黑白颠倒了。对，黑黑的，然后内双，现印象是变白了一点点，然后搞笑，风有加三。因为我觉得汪俊熙跟张含瑞和王姐也挺玩得来的，我觉得他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好笑，神戳戳的一样，他们三个就是很好笑。我觉得汪俊熙这一新的一年当中呢，他的眼睛也变大了呀。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然后我写的是合宿学校表演还有跨年。合宿因为是我们聊了很多天，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学校表演呢，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然后呢，跨年是，这是第一个线下跨年，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家跟我同学啊、朋友之类打视频跨年，但我然后我们今年呢就一起出去跨年了，跨年了，对，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我写的是王璐杰、陈俊明、聂伟成、王浩、张含瑞、张桂圆，嗯，就是变帅了的人啊，就是变帅了的人。我们写的人当中呢，现在和之前都挺帅的，他们是之前也挺帅的，只是现在变得更好看了，就变化更大一点。王璐杰是因为什么？他最低刚进我的时候是个寸头，我一颗头上面有几撮毛，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很高冷，我觉得他现在跟我张瑞都好疯啊，我们三个在一起就很笑，笑得很开心，就很疯。然后现在刘海长得很长了，而且眼睛很大耶，嗯。然后下一个陈俊明，他之前就是脸圆圆的、胖胖的、嘟嘟的，我觉得很可爱呀。他脸现在都是变成这种脸了，但是我还希望他脸圆一点，这样可爱一点。聂伟成呢，就是头发长长很多，之前他每天都戴帽子，然后我都看不见他眼睛。李伟成也变瘦了很多，之前脸是圆的，现在脸都是尖的了。我觉得王浩这一年他声乐进步挺多的，哎，他也变好看了，他变白了，我感觉他皮肤现在变好一点点。张含瑞和张桂圆，他们两个也变化也很大，他们两个变帅了很多。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我写的陈俊明，嗯，因为他就是很帅吧，就是很帅啊，觉得他长得很好看。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我，线上写的是陈俊明，线下写的是陈俊明、张含瑞、左奇安、张桂圆、王浩。如果王璐杰、杨博文他们回来的话，我也会跟他们聊很多。早上我5点多钟起来，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早上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在8点多钟回我，他说早上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给我发一堆东西。王浩，我每天都可以，就是上学的时候我都会跟王浩一起玩，我们两个也聊了很多。张含瑞肯定不用说，我跟他聊了很多。张桂圆、左奇安也是，就是我们会分享很多搞笑的视频，莫名其妙，我天哪，我一放学就收到80多条、50多条的视频，他们就发给我，我看完都笑死了都。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先第一个是陈俊明，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激他，就是很谢谢他，就是很开心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下一个是王浩，王浩就是我平时在学校，之前他没来过学校的时候，我每天都很想着他们。嗯，然后他学校之后呢，我就会可以跟王浩聊天，王浩也陪我挺多的。然后下一个就是张含瑞，哎，张含瑞就是很搞笑，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开心。左奇安也是，跟左奇安在一起也很开心。哎，我跟张含瑞、左奇安，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知道会聊什么，反正就很好笑，每天都，嗯。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我写三个人：陈俊明、张含瑞、左奇安。第一个陈俊明，我每天都很想陈俊明，我天哪，我每天在学校的时候，我都很想去公司见他们，每次到周五我都很开心。我有时候就学校会午休嘛，也就睡个40分钟，我做梦我都梦到他们，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我天哪，我遇到困难我一般不会找他们吧，我一般我会自己解决，我写个我自己吧。
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我写了很多人，第一个是王璐杰，看神叨叨的人，他就是上一秒还有可能还好好好的，下一秒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张涵瑞也是，张涵瑞跟王璐杰差不多，也很好笑。陈一鸣就是他做些事情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就会想，就感觉很开心。下一个是张桂元，张桂元就是那种班上那种有点小欠欠的男生，欠嗖嗖的过来给你一下，我就觉得有点搞笑。他知道我很讨厌别人，就我不是很喜欢别人薅我头发、给我头发薅乱之类的，别人薅我头发我都会，我服了。然后，但是他就很欠欠的呀，他就喜欢过来薅我头发。他们做我觉得还好，没什么，我觉得挺搞笑的。左启涵他也会，哎，反正我跟左启涵在一起也挺开心的，也每天都笑。哎，我感觉陈一凡讲话的时候好可爱，那种语气他又不知道，但说出来就很可爱。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练习生，我写的张涵瑞，唱歌又好，跳舞也很好，他钢琴弹的也很好，嗯，而且他跟我玩的也挺好的，当做榜样来向自己好朋友进发，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点。我写的是都很热情了，请保持，也可以再热情点。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我写的是匿名。嗯，怎么说呀？哎呀，我感觉今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开心。然后呢，我想对你说的话，也当面就是跟你讲过了，你也会认真的去听我讲话，我觉得还挺好的。我马上也要初三闭关了，有可能会很长时间见不到你，所以说希望我们两个都不会伤心，因为我们俩微信还可以聊天，也不能经常出去玩，但是我们可以微信上面聊天，对，也可以打视频之类的。希望不要忘记掉我，哎，不是，这好像神，好神呐、啊，你肯定不会忘记我呀，希望我们多聊天吧，好，拜拜。明年我最想要克服的恐惧是，第一个是不自信，但是我感觉现在还好吧，我在舞台上面我感觉还可以吧，也不是很不自信。第二个是视线的问题，我感觉也调整了挺多的，下一次再调整一下，人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紧张，这个应该会克服掉，没了。初音像就五官精致，现一像努力。刚进来的时候没跟他怎么说过话，现一像长得像一个汉堡，非常好看，然后汉堡那也非常好吃。初音像其实当时也觉得他挺帅的，虽然说他当时头发比较短吧，对，但是其实也挺好看的。然后现一像其实他也挺幽默的，就比如说也会在不开心的时候突然蹦一句那种笑话出来，也是严肃冷漠帅气。现一像的话就是帅气活泼，然后魔术一样很高冷，然后戴着一个帽子，戴着一个口罩，然后挎着一个包包，现在也感觉非常的好玩啊。严肃认真的人，当时近一段时间觉得渐渐的成为了一个有友谊的关系，有点搞笑，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吧。我初一的现象都显示高冷，因为他平时喜欢戴个口罩啊，戴个帽子，就是只要你不主动去找他说话，他最后来找你说一两句，就如果你跟他聊起来还是挺有趣。他很喜欢照顾别人，就是不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啊，很懂。现在我一旦不开心的时候跟他聊天就会很开心，也跟他玩起来特别开心。我上次跟他玩那种什么捏手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他力气特别大，我觉得给他弄这个很好玩。我觉得头发湿哒哒的，然后我全都就一下子全盖在那个脸上。他训练好认真啊，他肯定是一个很勤奋的孩子。他是个很好沟通的人，就是感觉特别的友好对人。现在的印象是他长得特别的帅。初印象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然后爱交流，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现在就慢慢明白了嘛，是个高冷大帅哥。我觉得他有些时候跟小薇很像，想逗我们笑，但是也没有斗成我们需要，下次也是努力配合一下。不怎么熟，刚进公司也是对所有人都比较陌生。然后现象我认为他是个比较安静的男孩，
就感觉他自己有个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双眼皮很大，因为当时我见到他也是个寸的，然后他眼睛就贼大一个在那个地方。见一下，我还没写呢，我写个体能好吧，因为我跟他上体能课的时候做那些核心的那些他都做得很好，就是觉得名字非常的像杨涵博，他是杨涵博，我是杨博文，两个字名字里有两个字都是重合的。然后现在印象呢，就是在上街舞课的时候会挥洒很多热情，头发全都湿了。初印象写的内向，因为我自己感觉当时我来的时候怯生生的什么都不敢做。然后现印象我写的努力。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应该是暑假在舞台验收的时候保住了，都经历了第二轮验收然后才给他保住的。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我写的王鲁杰。因为我记得去年他特别的内向，特别高冷，感觉生人勿近的那种，今年差不多暑假开始就特别的外向，然后很搞笑。然后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我写的是所有人。这个不需要解释吧，因为大家都很帅气。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嘎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跟他聊天次数最多。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汪俊熙。汪俊熙呢，是因为很会发现我们的情感，就当我们失落的时候他会安慰我们，而且他脾气也很好。然后王浩的话陪我玩，然后陪我笑。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王浩，他你看他那么大个儿是吧。就会给人产生一种依赖感，而且他平时也挺照顾我的。然后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能写所有人吗？应该可以写，那我就填个所有人吧。因为我感觉有人陪伴的时候我很快乐，就不会感觉那么孤独寂寞，所以说我填的所有人。然后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张桂元、杨博文、张涵瑞、王鲁杰，再加一个陈奕恒。 OK， 首先说张桂元和杨博文，他们的特长就是跳舞好，所以说明年在跳舞这方面我要向他们学习。张涵瑞、王鲁杰是因为唱歌好，可能我天赋差了点，但我要努力追他们。陈奕恒的话就是膝盖不是生长痛吗，然后有很多动作他都做不标准，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在做，所以要学这份精神。想对他说明年对我热情一点。张涵瑞跟其除了他所有人玩比他玩的时间都要多一点，然后跟他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说明年我最想要克服的恐惧是第一个就是时间方面，毕竟有学业在加深的，然后平常的时间就非常的挤，一边是学校一边是公司，精力会非常的不足，然后整个人就显得病殃殃的，就是时间管理。然后第二个是身体机能方面，平常跳舞唱歌什么的都很费体能，生了几场病过后感觉自己身体非常的虚弱，体能非常不足，新年就要加强体能的训练。性格方面，自认为我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希望我的性格能变得特外向一点。他非常的成熟，现象我觉得他跳舞真的特别的帅。初印象是跳舞好，然后现印象帅，会撩人。撩衣服的画面我还在脑海里面浮现。初印象我写的是车库跳舞跳得挺好的，然后现象是
我现在跳舞很棒，他还挺会安慰人的。那写个人挺好吧？不，我写有趣吧。杨博文哥哥，我觉得初印象，活泼帅气。对，我们也是老乡，我们俩的老家都在山西。现印象的话，跳舞非常好，也非常的热情。我每次抱他，他也就会可以回应我。也是特别的帅，然后现在印象就是感觉舞蹈的话，他跳的是真的棒，然后声乐上的话也是跳的，也唱的非常可以。然后呢，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厉害。很文静，也还是那种学习很好的人。在我印象里面，学习很好可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现在呢，就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就他不笑的时候，感觉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可怕的感觉，就很高冷，然后就不敢跟他说话。他现在就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的人，用英语跟他对话，感觉很好玩，很开心。第一次见他也是在那个新春音乐会上。然后当时他们就在那儿起哄，就是说喊张桂圆跟什么，就杨博文在那儿跳舞。我说，然后就发现杨博文跳舞居然跳得这么好。然后那现在就是比原来更加帅气，他懂得表情管理。初印象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比较神秘，然后也挺帅的。然后现印象比较安静，然后对老师然后师兄都挺有礼貌的，做事认真。初印象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跳舞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我榜样那种。然后现象什么方面都应该去向他学习的一个人。去年的新年音乐会就见到他，我去年跟他玩的还挺好的，今年玩的也还挺好的，只是我觉得去年我们玩的特别好。现象就是呢，他的表现力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对待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比较一个认真的人。他现在变得比较沉默寡言。初印象我写一个下呀，他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做什么你不敢做那种害羞，就一月份我们拉着他跳舞还是敢跳，但是他行为上比较害羞。现象就是爱笑，我现象写了个爱笑成熟，就是他的性格有点神颠颠的，然后他舞蹈也挺神的。初印象跳舞好，因为当时他是新年音乐会来的，他当时和谁 battle 了一下，对，他和张国仁 battle 了一下，然后当时觉得他跳舞跳得好。然后现象就是觉得他有点可能太在乎大家的感受了吧，然后快乐就是其实并没有和刚刚讲的话有关系，只是另起一行再写一段，就像写作文一样。其实过得挺快乐的，但是可能也学到了一些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就是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就是周围的环境都很陌生，也是不太喜欢多说话，然后现在呢性格上开放了很多。印象最深刻一个瞬间就在刚刚被老师说耳朵不好，可能因为说了很多话我都没有听见，然后老师就说我耳朵是真的不好。有可能呢是天生的，也有可能就是我从小跳街舞，然后那个音响声音太大了，真的受不了那个声音。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这个我写王鲁杰，这个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最开始非常的怕生，对，然后现在逐渐开放起来了。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小关，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觉得他很帅气。今年聊天次数最多是左希涵，我回北京之前微信里面跟他聊天就聊得挺多的。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这个我写的张桂圆，就是因为也是跳舞很好嘛，然后就给我一个动力，就是要去超越他，对，所以说是我最感激的。我刚来的时候就有那种跟他暗中较劲的感觉了，对。今年最让我想依赖练习生，我就写的我自己，靠人不如靠自己，对，就是对，依赖自己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再加一个，可以再加一个王俊熙吧。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想说，然后也会去先找他来随便聊一聊，就是有时候跟他说一说，然后就会感觉开心一些，对，跟他这一块就会感觉挺放松的，挺开心的。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有很多人嘛，大家给我带来的欢笑都挺多的，对。
王浩、王俊熙、张桂儿、陈俊明、左天，就他们有时候真的很搞笑，很快乐的，很愉悦，要让人心情很愉悦。对，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那些。哦，还有写小关，嗯，很多事情都能够兼顾。他这个人就是性格也挺好的。这个我写的陈一恒，我们平时见到的机会也比较少嘛，说的话也不太多，所以就想跟他再了解一些，然后对再热情一些。嗯，对，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见面打招呼的程度。嗯，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嘛，然后有时候确实就会感到很孤单，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对我再热情一点。嗯，对，就是行。明年最想克服的恐惧是这两条。这第一个，见到生人不要害怕。对，这是我每次，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开朗了一些了，但是每次我见到就是不认识的人以后，就是都会就是突然变得话特别少，不太敢说话，就心里会很害怕，所以我希望能克服这一点。然后第二点，不要想太多。就是我这个不要想太多，就是有时候想象力很丰富，我一个人上楼下楼，那个楼道的门后面，然后有人在躲着，就是感觉像有鬼一样，就非常非常，所以就是导致我非常非常害怕，这就是我特别想克服的一点。嗯，像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刚看见他的时候特别特别小，然后现在的印象呢是一个沉稳的小学生。不印象是黏人，他特别爱抱我们。然后现印象，我写的小孩哥，打引号的勇敢，爱向我们发起挑战。我写的很小一个，因为他当时穿着那种小袄子，然后戴着个口罩，然后他就这么矮一个到我肚子这儿，然后就抱着我，哥哥。他说哥哥，我说小弟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郑海，他就很乖一个，小很小一个。他现在也是很小小的一个，我看他跳舞挺有力的。我对他的初印象其实是比较幼稚的，因为我刚见到他在成都的时候，他其实也特别小一个，然后嗓音也特别的稚嫩。现印象的话，我认为他也没什么改变，依然也是他之前我看他时的样子，也非常的幼稚，就感觉很天真，比较可爱吧。小小的一只，很可爱，小奶音，有比较很稚嫩的童声。现印象还是很可爱，从小小的一只变成比较小小的一只。初印象就是感觉他弱弱的，非常可爱。现印象就是发现他真正名副其实的小钢炮，虽然年龄小，但还是那种跨越年龄段的那种很深奥的发言。他的时候，我没在意他的身高，然后就觉得他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感觉挺帅的，也有点神秘。然后现在不是那么神秘，他是挺可爱的、活泼的，然后也是对我们友好的，可以让人就是印象深刻的人。看起来特别的小，然后呢，其实年龄上也是很小的，就是特别的可爱。初印象，然后呢，现印象还是很可爱，然后感觉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唯一变了一个点就是比以前变成熟的特别多。小矮个，挺乖的，然后现在的话被王俊熙那几个带坏了，变得也很沙雕了。这还就是那种很可爱，我觉得我第一次见他就是我也不对他那么适合，我就第一个人跟他聊天的，我就开始跟他玩起来了。现在我知道他的时候，就是一见到他就打招呼，一见到他就玩，一直玩。小智是我唯一的弟弟，小智的初印象就是很可爱，现印象也很可爱。小，然后现印象是可爱，并没有人会在我抱在我的胸这儿叫哥哥哥哥。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感觉你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确实像大家所说的一样，你是一个特别敢于表达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的一个小朋友，特别勇敢的小朋友哈，支持支持，希望你长大以后不会变得更腼腆，然后还是希望跟哥哥一起分享你的心情。有点吓人，但是我不认识他。哇塞，浓眉大眼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那个怪兽，当时真的吓了我一跳。
那个腮红，那个嘴巴，那个眼睛啊，真的很浓。这里和这里，这里是红的正常，这里还有绿色，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象也是可爱调皮。初印象我写是可爱，现象我写是更可爱。他只要一转过来，转过来这样跟他一对视，他这样瞪着眼睛就这样看着你，就很可爱，嘴角还有一点笑容，然后看着你，就很可爱。他干什么事情都很可爱，就像小朋友一样，动不动就突然抱上来，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我记得我自己初印象可爱，现印象活泼可爱。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我觉得是日常中的，因为我和陈一恒哥哥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俩要准备玩游戏，我就觉得一个很巧的一个事情，我说的什么游戏，陈一哥哥也说了那个游戏，我们俩就是想到一样同一个事情，都会感觉很巧。然后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鲁杰哥哥，因为我看前年以前王鲁杰哥哥也是非常的冷漠，今年呢，那是就突然变得异常异常的活泼开朗。对，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王浩哥哥，最帅气的是他的脸。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陈一恒哥哥，我一想就知道，因为陈一恒哥哥和我一样比较单纯，然后我们俩也是非常的玩得很开，他说什么我也说什么，我们俩就是非常活泼的那种，然后聊天的次数也多，然后玩的游戏也是一样的。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王浩哥哥，王浩哥哥每次都会帮助我嘛，然后也跳舞跳得也很好，然后唱歌也唱得很好，长得也帅气。今年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还是王浩哥哥，因为他觉得他很温柔，然后还很会照顾我，然后也会抱着我一起玩。今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王浩哥哥，长得帅气，跳舞跳得好，唱歌也唱得好，每次都感觉带来很多的快乐。对，我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的是汪俊熙哥哥，因为汪俊熙哥哥虽然会照顾我，然后也对我很温柔，但是汪俊熙哥哥每次聊天的话题都不一样，就是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就我希望下一年汪俊熙哥哥可以对我热情一点，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信，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我选的陈一恒哥哥，就是他因为英语很好，然后呢我想请教他学习，然后但是又不好意思，而且陈一恒哥哥每天都只跟我们玩啊什么的，也没有聊过什么英语之类的东西，所以呢有点不敢说。陈一恒哥哥，想今年的话想和你一起来一个英语对话，但是不要太难。对，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就是害怕进鬼屋，因为我上次的物料里面，我一进鬼屋我就哭了，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进鬼屋，从小到大都没有进过，我想多加练习，多进鬼屋里面练练胆子。他好像就在上课的时候比较调皮，就现在呢，他跳舞唱歌都很好，跟杨博文一个类型的。就只有感觉他跳舞好，有没有感觉他很幽默？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跳舞很好的人。现在呢，就是一个性格非常搞笑的人，活泼开朗大方，除了打不过以外，都是优点。他很喜欢运动，
觉得很好，他身体很健康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他的时候，偶尔会开个玩笑似的。他一开始认真起来就是很认真，跳舞非常的好，但是呢，表情管理还有待提升。现在一下就感觉很全能了。对他的观察不是很多，然后我觉得他挺内向的，然后有点可爱。我现在印象的话，我觉得他是平时有一点点小的幼稚，但是正式的时候绝不马虎，不掉链子。桂圆，张桂圆，初印象就是一个跳舞，初印象跳舞非常好，然后很有范，很帅气，跟博文一样。然后现象榜样吧，真正一个榜样。美工开之前认识他，比较可爱的小孩啊，那个视频那么凶那么拽。哎，我感觉他的跳舞风格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其实我想看看他跳一些以前的风格了。现象就是比以前是要白了一点，经常和我去打篮球吧。我觉得他初印象其实是一个比较帅气的人。现象的话，我认为他是比较很努力的，因为他的舞蹈非常的出众，包括他的声乐以及架子舞。初印象其实是跳舞很厉害，然后有一个狼尾，狼尾到这儿，我贴的很长一个，但是狼尾挺帅的，当时跳舞就很厉害了已经。然后现役跳起来是有点欠欠的，欠嗖嗖的，然后但是有时候还会安慰人。黑圆胖乎乎的，然后现役下一个是跳舞好，然后第二个爱当别人大哥，挺搞怪的。然后现在印象呢，就是特别爱捣蛋。我觉得他笑起来特别的可爱。现印象的话，帅气，就是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很帅气，每次都会照顾我。还是挺欣赏他的舞蹈的，就是表情管理当时很撇。现印象也是还行吧，跳舞进步了很多，也确实他的表情管理这些进步了很多。非常高冷，然后就是喜欢打篮球，然后现象也是爱打篮球，变得更活泼了。阑尾非常的长，到这儿长得很有喜感。然后现象就是帅，很幽默，就是他的幽默体现在他的肢体语言，你知道吗？王鲁杰是那种一靠近就让人笑，他是一靠近就有点想让人打，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欠嗖嗖的感觉。写了个从白到黑的过程，之前真的很白，之前然后呢慢慢就变黑了。所以现象我写了个高，然后后面打个括号跟自己比，之前挺自信的，之前确实盲目的自信，现在比较注重表情管理，所以没那么自信了，但上了妆就有自信了。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就是五月份的舞台的时候嘛，就我们第一次公演嘛，第一次上台就冲上台那一瞬间，就看到台下粉丝那一瞬间，对他让我去年印象很深刻。就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像释放了一样，就前面的紧张全都没有了。这一年变化最大的是我写了三个人，就是我、王浩还有张涵瑞。我记得我嘛，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留了一个小狼尾，然后还挺白的，就那么一年过去后我就变黑了。我觉得这三个变化，然后张涵瑞，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圆嘟嘟的，然后现在瘦了，感觉变化很大，头发也长长了。我觉得王浩他最大变化就是他以前很没有自信，唱歌就有点不相信自己，然后他现在就有自信。今年最帅气的我写了池明、王浩、左强 and me。 对，然后我在后面又补了一句话，我说其实其他人是最帅的，就气质上帅，气质上就拿捏了。今天聊天次数最多的，今年啊，去年我分享线上和线下，线上一般是左贤跟王俊熙，线下一般是王浩跟张涵瑞。就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舞好难呀，我觉得这个歌好难唱啊，我觉得这个歌好好听啊，反正就是跟他们私下聊天挺多的。今年最感激的我写了浩，写一个字浩，就是我觉得王浩吧，他就很有那种当大哥的风范，就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就很大一坨，他肩很宽，看着很魁梧，就是平常我们出去玩的话有他在也很有安全感。就是为什么要感激他呢，是因为我有很多就是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情一般都会去告诉王浩，然后他就可以帮我解决了，帮我心理上帮我疏通了，很照顾我们。
对，像个大哥一样，所以很感激他。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浩、汪、左，已经是三个人。我浩嘛，就是刚刚说了，就什么事情都想去找他。汪雨熙的话，他也是就在我们当中年龄算最大的，然后呢，所以就又有什么事情，我也会去跟汪雨熙聊天，并且他很有意思，所以呢，也挺依赖他。还有左前，左前就挺搞笑的，所以经常找他聊天。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就是王浩、王雨熙，他们两个平常看着就是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嘛，突然就变傻了，你知道吗？就是前一秒你看着他很帅，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帅？下一秒他突然就傻了，这种他最特别的就是王浩，他上一秒还在理头发，看着好帅，下一秒，然后就在我面前开始尖叫。哦，我知道了，就王浩他很多自创丑表情，他不敢对着镜头做，就对着我做。因为镜头在这拍，他就转过来对着我做那些稀奇古怪的表情，每次直接把我看傻了。明年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左前杨博还有王雨熙。第一类别的左前，就是我想学习一下他的性格，就觉得他性格很开朗，技能上的就是杨博文嘛，就我觉得他跳舞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跳舞的时候能把表情管理控制这么好，我要学习一下这一点。第三个人就王雨熙，行为上当做榜样，就是他经常关照我们所有人嘛，他一有什么事情就跟我们分享，临时就悄悄跟我们分享，然后呢就觉得他很温暖，带给了我们温暖，就想跟向他学习一下。嗯，想对他说什么？对谁说请对我热情啊？万一没有呢？陈一恒，知道吧？就我觉得陈一恒这个人他特别神秘，虽然也相处了不短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摸清楚他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毕竟我没有看到过他难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开朗的时候也很疯，还没跟他打过篮球，不知道他打起篮球是什么样，伤心的时候是什么样。所以，加上对我热情点，就亲近点，我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后问题，明天我想克服恐惧，就是敢进密室，就不要再怕密室。虽然感觉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密室我真的怕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怕呀，这个在我心中始终过不去啊，就是很怕呀。然后第二个就是不怕做难题，就是这学习上面，就是我只要一碰到难题，我就不想去做，不是不想也不敢去做，因为我始终是这么一个思想，它始终叫难题，它既然难，那你肯定做不出来，那你随便花多少时间你都做不出来，那你还不如不做呢，多花点时间在其他题上面。我这样想，但是我希望今年就不要这么想，就去你把难题克服了，这样才能有进步。这刚来不太爱说话，现象就是感觉他很稳重，这么不像我们这样这么疯，他很稳重，应该是个比较靠谱的人。还可以的孩子，人还是挺好的，说话这些还是挺细心的，就是有点太敏感了。现象就是感觉挺努力的。初印象是严肃帅气。然后现印象呢是活泼，因为我和他已经很认识了很久，从成都就开始认识，然后到现在，对。初印象，手臂受伤的战士。然后现在印象呢就是，很热情，也挺喜欢跟我说话的。记不起来了，就只记得他手骨折了。现印象我觉得唱歌好，他平常憨憨的，口罩跳舞小哥。然后现印象我写的是唱歌好，我觉得他唱歌比较好听，我就喜欢他的音色。然后现印象呢就是其实他还算比较会照顾人的，虽然他比较小吧，挺高冷的那种，就不喜欢跟别人怎么说话的。现象就发现明白别人内心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就是感觉有点拽，有点就是胆子挺大的，跟别人玩然后手骨折了不娇气，就是挺不怕痛。性影响大哥型，挺乐于助人的，就特别的酷哦。杀破狼，我觉得他唱得特别好。然后现在那些是特别大方，声音比较清亮，开朗的人，活泼的人。排练的时候跟他接触过，
后就是发现他是一个喜欢黏人的一个人。张然就是那种，我第一次见他和我现在知道他的时候，我觉得都一样，他也是那种很放开的人，很喜欢主动跟别人交流，非常善良非常好心的人，看起来就非常的可靠。然后现一向我认为他比较带给我开朗和沉稳的样子，因为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呈现一种平静的表情，没有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夸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初一相识感觉这个人很帅，这个人就跟别人打架还把头一打折了，我觉得这个战况就相当的激烈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帅，而且呢就觉得他很搞笑。然后当时觉得他头发挺短的，然后挺可爱的，然后现印象就比如说他比较开朗，也喜欢那种开怀大笑，就比如说我们讲句话他们会啊哈哈就这种笑，然后就觉得他挺开朗的。我很胖，现在瘦了很多，跳舞唱歌也有进步了。今年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就是平常和左奇涵在某软件然后上面连续聊天54天，因为我们微信上也有好友，但是呢就不在微信上聊天，我们就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就是聊天。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王璐杰，就是我从我见到他之后，他就是非常的冷漠高冷，一直属于沉默的状态。现在就是从去年暑假开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变得他站在那里都可以把我们全体练习生给逗笑的那种，他这个实力非常强。今年最帅的练习生是左奇涵，跟我聊天的时候非常帅，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是就不用说了，就是左奇涵。54天什么概念，要把它持续到100天。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左奇涵，感激他让我有了一位连续54天的好友，连续聊天54天的好友，这种事情很少人能办到，我和他就办到了。今年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左奇涵，因为呢他对朋友非常的好，也是不会发脾气的，他的脾气也是非常的好。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第一个左奇涵，第二个王璐杰，这两个有原因的。第一个王璐杰，他就是实力很强，站在那里可以把我们逗笑。左奇涵发各种视频来逗笑我，非常的有趣。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第一个左奇涵。礼貌这些还有交友都非常好，然后还有第二个是张涵瑞，他的唱歌非常好，向他学习。明年请我对我热情一点，左奇涵。虽然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深入了解，深入了解。对，选择一名练习生，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我选的是左奇涵。谢谢你陪我聊那么多天，在这54天一直陪我聊天，非常感谢你，谢谢。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下次或者明年的舞台上或者综艺上，放平心态，不要紧张，不要脑子空白，就是要克服这种恐惧。比较懂得照顾人吧，他的性印象我觉得他是挺搞笑的，还有就是一点灵活，首先是舞蹈上面他的动作非常灵活，然后第二点呢思维很灵活，他酷酷的，然后有一股少爷的气质，现一下就是感觉他是一个说唱能手。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爱耍帅的一个孩子，然后他现在呢就是他可能要装怪，然后呢也是那种弄出很搞笑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一开始呢就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然后就很搞笑嘛，很幽默啊，现在也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很高冷的不敢说话那种的，我现在知道他的时候他就是很受欢迎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见了他跟他聊天的话他会瞬间把你弄得很开心。左奇涵的话初印象是可爱嘛，现在熟了过后发现
名副其实的一个搞笑男那种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要戳中每一个人的笑点，他会去倾听别人说的是什么，然后他也不会随便乱说。他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帅，比较帅，比较拽，唱 rap 还有点小厉害，对，奶音 rap 会有很多点子，新印象就是点子更多了，唱歌也越来越好了， rap 也越来越好了，跳舞也越来越好了，对，非常爱笑，非常爱开玩笑的一个人。然后新印象的话，他非常的搞笑，他总是以他那出奇的口才来给大家带来欢乐。初印象很爱戴帽子，我天哪，现象哎，有一种感觉跟谁都玩来的样子。脸圆，很可爱，感觉他比较高冷。然后现印象就是欢乐喜剧人，很会说，很会玩梗，特别会逗我们笑。初印象就是发型很独特，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头型有那么一点的与众不同。现在给我印象就是非常非常开朗，就是非常非常开朗，非常的酷哦。然后现印象就是有意思，因为他每次都会给我们开玩笑。初印象我写的是有礼貌的孩子，他刚来的时候看着我们就要打声招呼，刚来的时候都不熟嘛，看到老师，老师好，又来一个老师，老师好。现在新印象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就跟陈明一样疯，然后我一写个吵，哎呀，左启涵，那我逮到你了。我给他写的脸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底子挺好的，他能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很善解人意的人。现印象就是善解人意，对朋友特别好，对，非常的好玩，就是跟他在一起玩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现印象有很多件事情都是他想的主意，所以之前我称他为主意鬼才，对朋友很友好。初印象帅爱心，现印象帅爱心，因为显得我这人有亲和力。今年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去年一起去跨年的时候，当时对，当时人很齐，对，去吃了一个烤肉，然后当时其实挺开心的。第二个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陈俊明、魏子琛、王璐姐。陈俊明呢，就是从他当时很迷糊到现在脑袋挺清晰，对，就是问他一句话他居然能完整的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他脑袋就很清晰，对，对他的要求不高。然后魏子成呢，就是从他当时也就小小的，然后他今年进步了很多，然后变化挺大的。然后王鲁杰也是，他当时其实跳舞并没有那么的好，到今年他可以跳那种比较帅帅的舞了，对，然后其实觉得他 也变化挺大的。今年最帅气可爱的练习生是汪景熙、陈俊明、智恩涵，呵呵，因为当时汪景熙对，然后陈俊明对，然后智恩涵觉得他小小的很可爱，就每次他来重庆以后他就会这么看着你，然后我们就这么看着他，然后他就会抱着你的腰，我觉得他很可爱，巨可爱。然后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汪景熙、陈俊明、杨博文、张瑞、张毅然、王浩、聂伟成、张桂元，对，然后可能分线下和线上，线上的话就是汪俊熙、陈俊明、杨博文、张涵瑞、张依然、王浩、聂伟成、张国仁，就所有人都线上聊过。然后线下的话就是汪俊熙、陈俊明、张涵瑞、聂伟成，可能还有张国仁，对，就这几个人。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我写了几位呢？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我写了五位。然后呢，是汪俊熙、陈俊明、王伟杰、张翰瑞、张桂元。今年最想让我依赖的练习生是汪俊熙，因为他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会照顾好大家的情绪，然后就比如说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去找他。然后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汪俊熙、陈俊明、张涵瑞、王鲁杰。汪俊熙你知道吧，他这人就生性就爱笑，就比如说我们上着上着课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他都在那里哈哈哈哈，然后我们大家就会跟他一起笑。然后陈俊明呢，因为就是他的笑声比较的魔性，就比如说哈哈哈，然后我们大家也会跟他一起笑。
然后汪永杰呢，就是比如说就会他就会做一些比较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去逗你笑，然后我们也会大笑。然后张涵瑞呢，就属于那种会做那种比较好笑的表情让你来笑，因为他的表情实在是太丰富了，你能明白吗？就是学不来。明年把他想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是所有人，对所有人，这个人当做跳舞好的一个点去学习他跳舞，把这个人当做他唱歌好的一个点去学习他的唱歌。想对他说明年请对我热情一点是无，因为呢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对，你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先说出你最想说又不敢当面说的话。汪俊熙，我不敢对他说什么话，你好欠。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感人的话，我觉得你非常的善解人意，乐于分享，对朋友非常的好，也对朋友非常的大方，而且我们说的话放在心上。今年你让我笑过，让我哭过，让我感动过，然后新的一年希望你越长越高，越长越帅，双眼皮越来越明显，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学习越来越好。对，明年我最想克服的困难，恐惧，就是再大胆一点。今年的生活方式不够大胆，明年我要过得更优雅。玩密室可以再大胆点，对，更前卫一点，就那种不一样的东西。对，唱歌很牛，然后现印象是风友加二，也是疯子的疯，朋友的友啊，是一个短头发，然后有点胖，然后脸型有点圆。我觉得他应该当时应该是个比较腼腆的人，然后现在我觉得善于表达，然后唱歌唱得很好听的。然后当场考试的时候嘛，唱歌我还被震惊到了。初印象是唱歌好，参加过那个中国好声音，很有实力。现印象第一个是白，皮肤确实挺白的，然后第二个是叠，指的是他的穿衣风格，很多件衣服叠的。就是我们刚见他的第一眼，他就很热情地跑过来，就是从那边跑过来，然后握住我的手，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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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涵瑞。好，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内向的小朋友，不知所措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陈俊明，现在呢也是一个很幽默很搞笑的人，很吸引人，就是他唱歌好有感觉啊，就是跟明星唱的感觉，就是那种。然后我这现在知道他的时候，他对啥都很认真，怪不得哇他居然这么好。但我觉得他进步真的好大好大的。我对他初印象就是唱歌好，我走在哪都能听到他唱歌的声音。然后现在印象就是比以前进步了特别多，然后呢只能用唱歌王来形容了，开朗搞笑的，然后乐于跟大家分享他的事情吧。初印象是一个唱歌还有声音非常好听的现象，是一个经常让人喜欢的那种朋友，他会顺着你的方向以及思路去继续说下去，至少在聊天的时候不愿让你尴尬。小，他很小一只，以前刚来的时候特别小一只，以前他是那种少女音，就是我们去玩哪里唱的，就是很少女的声音。现在呢他变声期嘛，声音变得浓厚了一些，逐渐有了男人味。我觉得他的初印象其实是完全不熟的，什么像汪俊熙那些还有点交集上过课，但是我刚来公司的时候跟他一节课都没有共同的上过，跟他慢慢的熟悉起来，到现在我认为他现在这个人变得非常的幽默乐观和搞笑，沉闷难过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缓解氛围。就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就感觉比我小好多，后来知道他比我大，反正就是比我大好几个月的时候也是挺震惊的。现在印象就是非常的精致，挺注重对自己的保养的。就是初印象的话，我觉得他唱歌好，他一个人独唱的一个海豚音的时候都把我和我的妈妈爸爸都震惊了。然后现印象非常有趣搞笑，和王永杰哥哥一样emo男神，然后也非常的高冷。然后现象就是不知道什么现象，就是没有经常玩，胖嘟嘟可爱，唱歌好，笑脸。现印象就是帅可爱搞笑。初印象唯一的一个字就写个圆，但是头发像刺猬一样站在那里就很圆的一头。新印象就是有劲儿，他力气真的好大，他其实挺小个，力气真的好大，一掰你真的掰不过他。我对我自己的初印象就是特别矮，然后就是很矮，一个小土豆人，南方小土豆人，然后以为自己长不高了，然后还没下巴，现在也没什么下巴，但是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现印象还行。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就是那次母亲节，不是那个搞了一个煽情吗？ cry 了，
痛哭流涕了。第一个就是还是挺感动的，第二个就是也是情绪释放了一下。这一年变化最大的练习生是我还是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左启涵吧。无论是从心智上突然一下子就变成熟了，然后还有就是外观样貌上来看，脸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圆的那种，现在一看就是长得确实特别帅嘛，然后就是哎，确实长得真的帅。今年最帅气的练习生是 TF 家族练习生，今年聊天次数最多的练习生是左启涵，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最多，就是比较话多吧。今年最感激的一位练习生是王俊熙，王歇了，对不起对不起，王俊熙和王璐杰，他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my best friend， 就是很感激他们能陪我每天在就是上班的时候受苦受累，大家一起经历这么多，这一满这不是这一年也是很充实很美满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年让我最想依赖的练习生是都是其实也是我的 best friend 嘛，左倩、王俊熙、王璐杰，就这三个。然后下一个问题，今年给我带来最多欢笑的练习生是左倩、王俊熙、王璐杰、张贵人、王浩，就这几个了。我们就经常死聚在一堆那种蟑螂窝，然后给彼此输出带来欢笑。明年想把他当做榜样的练习生，我觉得王璐杰的精神状态可以让我学习一下，所以说明年我会让他作为的榜样，我去学习一下。谢谢王璐杰，看到这里算了算了，想对他说明年对我热情一点。我呢就是其实在朋友里面是比较就是主动的那一方，然后其实我也不太需要他们热情，因为有我就够了。作为朋友还可以再热情一点的，再对我输出多一点的，因为我其实也需要一个就是说话呀、聊天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左启涵、王俊熙，你们两个最好对我热情一点哈，明年走着瞧。选一名练习生拍摄一段视频，先说出你最想说却不敢当面说的话。我选王俊熙。虽然说我和王俊熙其实都很爱跳女团舞，大家其实都知道的对吧，我觉得日常生活中还是想对你说，不要太把重心放在女团舞上面了。有些时候呢，就算自己会因为这个东西让自己开心，但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会因为这个东西而影响，稍微把我们的舞欲控制一下，该跳的时候跳，不该跳的时候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也希望你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开心，然后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能来一个完美的假期。谢谢你谢谢你，还是爱你的，谢谢。明年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是，我最想克服的恐惧一共有五点哈。我最想克服的恐惧，我就一直说了，唱歌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迎接明年的时候，谢谢，就是这些。唱歌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自己有时候唱得不好，然后上班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恐惧，因为人太多了，就是社恐，这个天生社恐的一个身体，我真的很受不了啊，人太多了，然后就是就让我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上学的时候也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手足无措很紧张，然后下班的时候也是因为人太多了特别紧张，就是真的很让我蹦蹦蹦心跳加快，肾上腺素狂飙，就是特别的希望大家能稍微不要那么太热情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给我一个心脏是可以承受得住的一个环境去下班的。迎接明年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所以说我还是挺害怕的，因为每迎接明年就代表着我又长大一岁了，我又老一岁了，然后我又多活了一岁了，是开心也是一种惊喜也是一种惊吓。我每年我都在想我是怎么做到还可以多活一年的，泪目了。
I didn't always have to lose someone to realize that I'm tired and tired and tired and tired of all these wasted nights. Well, you've moved on and I'm just sitting here wasting time. Oh yeah, just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And I wanna rewind, yeah, I wanna rewind, 'cause I lied when I said it was fine, yeah, I said it was fine. 'Cause I need something new. I feel lik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Fly by. You live your life, you blink your eyes and then let go. Maybe I've been letting myself get too comfortable. But I can't go another day without something more. I'm tired of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And I wanna rewind, yeah, I wanna rewind, 'cause I lied when I said I was fine, I said I was fine. 'Cause I need something new. I feel like I'm losing my mind. Oh yeah, just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Just fly by. I wonder what they'd say about me. I wonder what I'd leave behind. If I die tomorrow, would I be happy when I close my eyes? Just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Fly by. Just watching my life fly by. And I wanna rewind, yeah, I wanna rewind, 'cause I lied when I said I was fine, I said I was fine.